have an incredible in Cantonese, the Zenzino business presentation by Mr. Peter Lam in our Hong Kong, China office. Thank you, Peter Lam. 多謝Wop。咁啊，再一次歡迎大家嚟臨8月12日星期四晚香港善思奴香港分公司為大家準備嘅呢個線上產品同埋商機簡介。咁我名叫 Peter Lam 啦，係香港分公司嘅總經理。咁我今日非常之榮幸咧，係可以有時間同大家去分享翻一個可以幫大家去攞翻健康，去幫大家去做一個有意義嘅決定嘅一個內容嘅。咁嗱，頭先喺錄影正式錄影之前啦，咁我攞咗我手上我哋公司嘅四個產品係啦。咁呢四個產品咧，其實就係叫做平衡油。咁好多人其實問我，平衡油究竟係乜嘢嚟㗎？咁我就嘗試用三言兩語去解釋俾佢聽，我話裏邊係有奧美加三，跟住我未講完，咁係即係魚油啊！我平時我喺嗰啲藥房啊，我都見好多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呢個唔係一般嘅魚油，因為佢裏邊仲加咗兩個好獨特嘅成分喺裏邊咧，令到呢個配方可以幫到你進入你嘅身體嘅血液循環啦，應用到嘅細胞層面。咁我今日咧，我就會用一個大概30分鐘嘅時間，同大家去簡介翻我哋公司嘅呢個產品呢個概念係點樣誕生，同埋點可以將呢個去幫你自己去管理翻你嘅健康啦。同埋，如果有啲朋友佢話想將佢變咗一個事業嘅話咧，我可以教大家一個起動嘅方法嘅。好啊，咁我哋其實每一個人都希望有一個健健康康嘅生活啦，追求一個好嘅生活質素啦。咁但係咧，我哋而家看似就係事與願違喎。我哋而家嗰個社會啦，我哋身邊見到嘅所有情況啦，特別而家疫情底下啦。是越来越多健康相关的问题，当然有些就是说在疫情影响，但大家心想一下，在现在是很多慢性的退化病开始年轻化，而个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反思一下呢？那我们看回古希腊有一个专家，他叫做希波克拉蒂。其实他已经讲到了，我哋而家就要做嘅系咩咧？就系衣食同源或者药食同源。咁但系我哋有冇能力吓？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嘢？而家咁我先睇翻我哋过往我哋嘅祖先啊，佢哋食嘅食物，同埋我哋而家都市人食嘅食物，究竟有咩唔同？好啦，我哋过往嘅祖先啊，我哋上一代佢哋食一啲嚟自大自然嘅食物啊。它们富含维他命，即是所谓维生素、矿物质、植物营养素、一些微量营养素、beta 葡聚糖、纤维，还有它们的欧米加6和欧米加3的平衡呢，是做得非常之好的。但是到我们现在都市人，我们吃的是人造的食物，一些过分加工的食物。这些食物呢，它是营养密度非常之低，即是所谓的空热量、高糖、低纤，冇乜纤维咁滞嘅，同埋咧，佢缺乏咗个健康嘅脂肪，就包括欧米加三，咁导致到欧米加六同欧米加三咧，系出现咗一个严重嘅不平衡。好啦，咁出现呢个不平衡咧，咁我哋又再睇翻历史啊，1850年，即系170几年之前，当时有记录咧，我哋呢两个欧米加脂肪酸个比例应该系1:1嘅。而我哋 DNA 個形成咧，係最理想咧，係1:1嘅。咁而我哋嘅科學嘅建議啦，好多唔同國家嘅衞生部門啦，甚至乎世界衞生組織佢建議咧，係3:1或者更低咧，你就屬於一個健康嘅一個比例嚟嘅。咁我講到呢度啦，其實奧米加六同奧米加三，可能有啲人未聽過，咁我就嘗試用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嚟到去解釋啦。奧米加六其中有一個咧叫做 AA， 即係我哋叫中文叫花生四烯酸啦。我哋身體需要嘅，但不可以太多，亦都唔可以太少。咁太多嗰陣時咧，佢就喺你體內嗰度咧變咗一個促進發炎嘅一個環境啊。咁你想象就係好多火頭啊。咁呢度1:1係咩意思咧？嗱，你一個火頭，你就有一個奧米加三。奧米加三裏邊有一個叫 EPA，EPA 就好似一個消炎嘅一個脂肪酸咁樣嘅，佢就比喻為一個消防員。咁如果你有一處火頭，你有一個消防員，咁當然係冇問題啦。咁如果你有3處火頭，你有一個消防員，
有一個消防員應該都是可以控制到那個即係呢度火嗰度火嗰個問題嘅。咁但去到你睇翻1960年開始進入咗一個轉捩點啦。呢個轉捩點就係話我哋開始工業革命出台啦，我哋食嘅嘢翻天覆地咁改變。我哋唔係再係喺鄉村嗰度自己耕種自己種菜啊，或者自己養一啲天然嘅食物。我哋去超級市場買啲加工嘅食物。咁我哋每十年不斷去檢視我哋而家呢個Omega-6同Omega-3嘅平衡咧，係不斷咁轉差緊啊。去到15:1、25:1，25:1係咩概念？你身體有25處火頭，你得一個消防員，咁你一定係會處於一個慢性嘅炎症嚇，所謂英文嘅 chronic inflammation。好啦，咁個結論就係我哋而家大部分嘅都市人，包括在座啊聽緊呢個視頻嘅朋友，或者你身邊嘅屋企人。很大機會都是缺乏了一些關鍵的營養素，就是講緊Omega-6和Omega-3，失去了平衡啊！我哋由頭到腳，我哋嘅頭髮、我哋嘅皮膚、我哋嘅心血管系統、我哋嘅五臟六腑、我哋嘅關節、我哋嘅肌肉，都開始陸陸續續慢慢咁出現一個問題啊！咁但係咧喺啱啱呢個禮拜二啦，其實澳洲有一位自然療法嘅醫生係啦，咁係非常之開心啦，Mr.Rob Hawkins， 他是不斷地邀請一些專業的人士呢去解釋在他們的專業裏面怎麼看我們人體健康那個必須要做的事、包括呢他有講到我們公司有一個叫平衡測試啦，他最欣賞的呢他最欣賞、當然我來講我所有很多欣賞，但他最欣賞的就是當中有一個指標呢可以話到給那個測試者聽它的細胞膜流通性究竟是達不達標的。那為什麼那位自然療法醫師他說是很重要呢，而他這麼欣賞呢？因為你記住我們身體每一個組織每一個器官，頭髮又好，指甲又好，你的皮膚又好，你的器官所有地方其實都有細胞的嘛。那如果每個細胞都不健康，那你的人又怎麼會健康呢？咁而細胞之所以能夠健康咧，其實我又喺呢段時間我做咗好多上網去揾啲資料啦。我揾咗一個好得意嘅一個視頻，咁佢就話究竟我哋個細胞係邊個去控制住佢嘅功能嘅咧？咁以前啲人就會以為係個細胞核啊，即係個細胞裏邊有一個細胞核嚇。咁原來咧有一個研究就將個細胞核移除咗之後咧。個細胞仍然係會生存嘅喎，原來後屘啲研究發現個細胞核咧，其實係負責去複製嘅啫，咁正式去到管理住成個細胞嘅功能啊，其實就係個細胞膜。個細胞膜咧，你想象一個半導體嚟嘅，佢要控制住啲嘢入去，但唔係所有嘢可以入去嘅。但係佢要控制到啲嘢要出去，但亦都唔係所有嘢要出到去。咁所以個細胞膜佢咁多種脂肪酸。個比例一定要係達到一個要求一個水平，佢先至會恢復到健康正常嘅功能嘅。哇！咁啊嗱，大家睇到顏色嗰度啊，紅色即係代表你嗰個日常嘅飲食係唔足夠Omega-3，唔足夠Omega-3咧，佢個細胞膜佢裏邊個脂肪酸嘅比例就失去咗平衡嘅，失去咗平衡，營養入唔到去，毒素出唔到嚟。咁當我哋去透過日常飲食去攝取翻足夠嘅Omega-3咧，就會出現呢個咁靚嘅畫面啦嚇，喺畫面嘅右手邊綠色啊，正常翻啦，你個細胞啊營養入到去，代謝完嗰啲廢物啊，嗰啲毒素啊，可以排翻出去，咁我哋咪會健康咯嚇。我哋身體係由數十萬億個細胞所組成嘅，我哋每一個細胞都係非常之需要呢個Omega-3嘅。所以呢個真係唔可以忽略嘅。好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意境圖啦。上面就係安全嘅區域，3:1，世界衞生組織建議嗰個比例咧，3:1，更高就更加好啦，當然。但係好大機會咧，你而家係喺15:1、25:1或者更深嘅水深火熱嘅環境嘅。咁我想用一個另一個比例啦。其實你想象下，而家有一班人跌咗落水。咁啊，當中有啲人可能識游水，有啲人可能唔知自己識唔識游水嘅。咁我哋而家咧就有一個測試咧，就係話你唔使估啦，
做咗呢个测试之后咧，你就知道你究竟你有冇机会会浸死啊？咁啊，第一样嘢嚟嘅，我哋公司做咗关键就系俾你测试你系唔系有呢个风险，有呢、這个需要去补充某一样嘢，跟住我掉个水泡落去嘅。那个水泡咧就系、是、我哋嘅平衡油啦。啊，如果你唔够嘅话，你记住揽住呢个水泡啊，知唔知啊？哇，咁啊，我可唔可以自我评估一下？啊，即係都係估啊！啊，但係我一陣會教大家一個科學化嘅方法咧，唔好靠估。我哋唔係話靠估為本嘅，我哋測試為本嘅。哇！咁但係你話我都真係想估下先嚇。咁、啊、你諗下，你平時食有冇食魚啦？或者你有冇食啲補充品啦？或者你有冇食啲多酚類嘅一啲營養補充品啦？或者你夠唔夠維他命 D 三、維生素 D 三？你話唔係，我成日曬太陽嘅。已經有很多研究顯示包括歐洲啊，係有超過一半的歐洲人咧，佢係有缺乏呢個維生素 D 三嘅問題嘅。你記住，唔係話你曬太陽就一定有維生素 D 三啊，因為就算我當你有曬，你曬嘅時間夠唔夠啦？你有冇搽防曬啦？甚至乎你身處啊地球嘅邊個位？因為原來某啲角度嘅陽光係唔能夠幫你生產到啊呢個維他命 D 三嘅，而我哋先先。我的產品已經一個產品幫你處理曬，畫面你見到，Omega 3啦、多酚啦，同埋維生素 D 三嘅。哇，咁呢個方法咧，嚇唔使估咧，就係測試為本啦，嚇測試為基礎啦，或者我哋叫做嚇做一個好簡單嘅肝血測試，一分鐘都唔使。咁同埋記住，畫面嘅呢個左下方咧有個退款保證嘅喎。如果你是做这个测试的时候你已经是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三比一我们会退回钱给你的。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唯一的风险就是说你做完之后你捉不捉得紧这个水泡。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告诉大家这个是非常好味的配方还有接下来可能会还有一个更加好更加方便的方法。不过公司不让我讲住。可能到了九月份我就会跟大家开始陆陆续续讲一个新的产品的了。好了，那究竟现在有多少人已经做了这个测试呢？是接近70万人做了这个测试的。我们最早是2012年开始，所以这个测试呢不是说突然间八月份才有的，其实已经在坊间呢是有超过八年历史的了。好了，那这个测试究竟是在哪个实验室那里帮我大家去检测的呢？其实这个实验室就是在挪威奥斯陆的这个科学园的实验室，它的名字叫 Vitus Analytical Services， 是一间独立的实验室来的。独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本身是奥斯陆大学一个学术的实验室，它25年之前呢它就分拆出来做一个商营和一个有很多官方合作伙伴的实验室，包括美国的哈佛大学啦、英国的剑桥啦，同埋一个清单里面见到很多高尚的学府嘅吓。咁、我哋善思奴都是佢其中一个嘅合作伙伴啦。咁所以你哋嗰、那个肝血测试，首先是不记名的、我哋唔会过分去收集你哋嘅私隐啦。同埋嗰个实验室是 double blind， 即系双盲嘅，佢唔知嗰滴血系属于边个吓。咁、而咧，佢亦都唔知道你嘅饮食习惯嘅。所以这个就是做到呢是一个公正和一个独立和可信的一个分析。哇，那那个测试结果非常之快的、通常呢就是约莫20天到呢你就会收到、一个通知、你可以留下你的、香港的手机电话号码啦、或者你任何地区的 手机电话号码啦，它一完成了呢它就会通知你啦，说、你的报告可以看啦，或者你有电邮的话你会收到电邮的通知啦。咁裏邊就有唔同嘅簡單嘅指標，係啦，你見到有Omega 六同三嗰個比例啦，你嘅保護數值啦，Omega 三 index 啦，即係 Omega 3 index。喺再上一個星期咧，咁其實有另外一位醫生，佢都有話 Omega 三 index 係非常非常之緊要嘅。如果你哋去互聯網啲搜尋器，你打翻 Omega 3 Index 同個健康嘅關係咧，係有數千上萬嘅一啲研究，臨床嘅研究係講到明 Omega 3即係 EPA 同埋 DHA 係對我哋嘅身體健康係息息相關嘅。咁啊，仲有精神力量嗰個指數啦，即係你個腦究竟能唔能夠運作正常啦？
你的細胞膜嗰個流通性嗰個指標啦，即係上一啊啱啱禮拜二啊，有位自然療法醫師嚟自澳洲，佢最欣賞就係呢個指標嘅，同埋花生四烯酸 AA 形成嘅效率嘅。咁我哋就話做完呢個測試之後咧，你仲可以跟進你自己嘅進度嘅喎，開始用我哋善仙奴嘅平衡油啦。喺120天之後咧，就再做第二次嘅測試，去睇下自己嘅改善有幾多，係啦。咁但系咧，我哋睇翻一個大數據先啦，因為我哋而家係地球上啊，係擁有最多脂肪酸測試嘅一間公司嚟嘅。咁啊，而喺個統計數字就你見到啦，有95% 嘅歐洲人佢哋係唔平衡嘅。喺澳洲嚟講有98%，美國有99%，咁而全球嘅比例咧係97% 嘅。咁即係話100個人裏邊咧，有97個咧都係唔達標嘅。好，我哋再睇翻啊，詳細啲嘅一啲資料啦。喺歐洲，原來都有5% 咧，佢係平衡嘅。咁呢5% 嘅人，佢哋啊，究竟佢點達到平衡咧？佢哋可能會食好多多脂魚啦，或者佢哋有食多脂魚，再加去補充一啲奧米加三啦，佢哋可以有機會做到一個平衡嘅。咁但係中間嗰度有20%，佢哋係有食坊間其他品牌的奧米加3補充品，而他們測試了之後呢，他們竟然的結果都是不平衡的。而大多數的人是沒有吃奧米加3補充品，他們的比例多數都是不平衡的，不合格的，15:1的。那我們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那我們公司就召集了4位專家中的專家，去組織了一個科學顧問委員會。那他呢就是包括保羅博士，他是這個食物藥理學的先驅的專家，他亦都是在英國的愛丁堡大學裡面的神經藥理學的博士來的。還有 Ola Edibox 先生，他就是我們平衡油的我叫他平衡油之父，因為他是發明我們這個配方的第一位專家來的。接著有 Dr. AngelaWhistle 啦，佢亦都系呢个脂肪酸嘅专家，佢喺而家喺米兰大学嗰度咧，都系出担任呢个教授嘅。同埋 Dr. Abraham 咧，佢已经有40年嘅医生嘅资格啦。咁同埋留意翻我哋画面嘅左下方啦，我哋每一种产品咧都有专利嘅，同埋我哋所有产品咧都系自家研发，同埋我哋系直营生产嘅。我们有自己的厂房的。好了，我们在120天里面，即是短短4个月呢，可以帮你由原本不平衡的状态呢变回做平衡的。你的脑筋清晰回，你的皮肤，你的头发健康回，心血管健康会好回，你面色好一点，皮肤的弹性会改善，你五脏六腑的听话回，你关节肌肉都会大大改善的。好了，那我们这个配方究竟里面有什么成分呢？第一，它就有一個來自橄欖的多酚，主要油溶性多酚。那為什麼我們會加這個成分下去呢？其實它就保護著奧米加3的活性。你記住，奧米加3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營養素來的，它遇到熱力或者接觸到空氣它就會開始變質的了。所以如果你坊間買那些即所謂濃縮的奧米加3呢，我當然我建議大家可以直接用我們這個，因為裡面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智慧的配方來的。那我們奧米加3的來源就是來自野生的多脂小魚，它裡面是有豐富的 EPA、DHA 和 DPA 的，還有它有一個天然的維生素 D3 和有維他命 E 的。還有個特別之處是坊間買的那些魚油丸，我叫做你記住100磅又是吃兩粒，150磅又是吃兩粒，200磅又吃兩粒，即是它每一個按照你體重的一個服用的一個建議。所以我們這個配方我為什麼說是很智慧呢？就是它有一個 formula 去教你你究竟吃多少。以我今天體重來說，我可能64公斤，我大概吃10個毫升左右，是按照你體重乘 0.15。 所以 這樽平衡油呢，我牛龜這麼大呢都夠我吃一個月的。咁當我話埋俾你知道價錢，你話哇呢個水泡快啲俾我啊，我好需要佢啊。好，
咁啊，我哋每一个产品咧都系用最高嘅品质俾大家一个信心嘅保证啦吓。咁包括你画面见到呢啲，好多你都见过啦 ，GMP 啊，海洋之友就唔系咁多人见过嘅吓。呢个海洋之友即系话我哋会保持翻可持续发展啦吓，嗰啲鱼我哋系要揾一啲合资格嘅一啲公司去到捕捉嗰啲鱼嘅吓，我哋唔会破坏个生态嘅。咁有 informed choice 啦，即係職業運動員佢哋會睇嘅呢一個認證啦，啊，同埋一啲素食者嘅認證啦，啊，因為我哋有個配方係食素嘅人士都可以用噶，呢個 vegan 嘅配方，我哋唔會用啲基因改造啊，唔會加糖啊，冇膚質啊，同埋生酮飲食嘅人士都可以用嘅。哇，咁咧喺剛剛上個星期啦，咁啊有一位香港嘅女士啦，咁佢打電話俾我，佢話：哎呀，我介紹了我的朋友去看我們善仙奴這個平衡油，他說他找不到 purify 那兩個字，即是純正啊或者淨化，他說安不安全的，我聽完他的朋友這樣說，我就立刻找資料了，我就找到這一份資料，如果大家今天是第一次聽的話，恭喜你了，因為這一份資料呢在過去這麼多個月我都沒有講過的，但其實一直都在我們每一位經營者的 file library， 即是他們後台的資料庫裡面呢已經有的了。如果大家有興趣想下載這份呢，你去回你自己後台，你打回 Fish Oil Standards， 這個 Fish Oil Standard 呢你先看回打洞那些先，有 GOED 啦、IFOS 啦、WHO 啦、PROP 65啦、EP 啦，我逐個講回給大家聽啦，由最右手邊 EP 啊，即係歐盟嘅標準。好啦，跟住 Pro 65呢個咧就係加州65提案法案嘅一個標準 ，WHO 世界衞生組織嘅標準 ，IFOS 即係國際魚油標準啊，跟住 GOED 咧就係 EPA 同埋 DHA 嘅一個環球組織嘅定出嚟嘅標準嚟嘅。咁而善仙奴個標準。Conforms 是什麼意思呢？即是達標，是的。那你就看到呢，其實這份 standard 呢它分三個主要的環節，第一個就是環境毒素 Environmental Toxin 的 Limits， 那它裡面會有一些例如 PCB 啊、二惡英啊，這些對我們身體有害的環境毒素。環境毒素多數來自什麼呢？我們家或者我們工業的污染，隨著流入海洋裏面，可能啲魚會食咗啊，污染咗啲海洋植物啦。咁我哋善仙奴嘅平衡油咧，係絕對安全，因為呢啲咁苛刻嘅標準咧，歐盟啊、世界衞生組織啊、一啲國際嘅一啲魚油嘅標準啊、EPA 同埋 DHA 嘅環球組織嘅標準咧，都符合曬嘅。再下一頁咧，就有啲氧化嘅一啲標準啦，我哋都達標啦，同埋最低嗰行就係。剛才我講的那位女士的朋友是不是 purify 了的，是不是淨化了的，淨化在他們的理解，當然我們善仙奴的產品的標準是再高很多級，不過坊間的人最擔心的魚怕有重金屬嘛，第三個環節就是重金屬的一個安全性，水銀、鉛、一些鎘、還有一些砷、其實都是安全的，我們的產品。好，所以你記住回去這頁先，我們善仙奴非常認真，我們有不同的配方是去配合不同的人士，可能他們吃素，或者有些可能是喝一些油的食物，或者吃一些有油分的食物，可能他們會肚子不舒服，我們有個水溶型的配方，或者有一些就是說我是素食主義者用 vegan 的配方，還有一些很講究的，我要多一些抗氧化的物質呢，咁可以用我手上呢支黑色嘅 premium 特級嘅平衡油嘅，香港已經有得賣啦。好，咁我提到啦，我哋嗰個Omega 3係一個非常之容易變質嘅一個營養素啦。咁我睇下坊間有輪蝦油啦、濃縮嘅Omega 3嘅魚肝油啦，咁佢哋變質嘅時間咧係五個小時、九個小時、15個小時嘅。咁呢個測試咧，其實就係將呢啲魚油咧，或者將啲Omega 3補充品咧，係暴露喺空氣啦、
一個高温啦，嚇，睇下佢幾多小時就會變質嘅。咁我哋善仙奴嘅平衡油咧，係能夠喺35个钟头裏邊都保持佢嘅新鮮度同埋有效度嘅。嚇，咁點解要35个钟咧？你記住，我哋食啲嘢落肚，我哋要消化，我哋要進入血液循環，再應用到去細胞層面，其實係超過35个钟头嘅。如果嚇其他類型嘅奧美加三補充品，佢都過唔到15小時，有啲5个钟头，咁你点可以奢望佢能够去帮你修补到你细胞膜咧？好啦，咁我哋嘅统计数字就系95% 嘅人士吓，食咗善仙奴嘅平衡油咧，系可以喺4个月之内，系将佢由佢原本唔平衡嘅比例咧，吓喺下边水深火热变翻做个安全吓嗰个区域嘅3:1个比例嘅。哦，咁边啲人需要咧？其实就系，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包括你是一个初生婴儿6个月大，你就已经是需要补充这个这么关键的，特别你脑部发育，一些驮着 BB 的女士，其实她更加之需要去补充这个DHA， 还有我们心是每一个阶段的人士都需要，特别是去到中年的人士，咁我老年的人士就可能要需要照顾他们的关节。咁所以你见到是留意返你身边如果有小朋友初生婴儿，或者你有些长辈你的家长，或者你的屋企的老人家，其实你记住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好需要我们善仙奴这个平衡油的。好啦，我哋个产品系有18个欧洲食品安全局核准咗嘅健康声称。咁我先睇翻左手边绿色嗰3个圆圈啦，正常嘅脑功能、正常嘅心嘅功能同埋免疫系统嘅功能啊。咁啊，同埋佢有一个帮你去做翻个正常嘅视力啦，亦都可以帮你维持一个正常嘅血压啦。咁你视乎翻你身体有啲咩需要，你可以睇到去参考多啲系啦。咁我哋嘅職業運動員亦都非常之欣賞我哋嘅產品，因為佢哋係反映翻俾佢身邊嘅朋友同埋俾我哋公司聽，就話佢喺每一次訓練與訓練之間嗰個體能恢復咧，佢個恢復嘅時間咧係縮短咗好多啊，係縮短咗差唔多40%至50%啊。咁所以呢個就話，當去到一個非常之即係競爭激烈的一个环境，它就是那1%的优势呢，就往往就是这1% 就令到它可以争取一个非常之好的成绩，可以踏上颁奖台的。好了，那我们讲完我们的欧米加三平衡油之后呢，那我们看看善仙奴公司还有没有其他特别的产品的。那有这个革命性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它里面多酚的含量呢是比你们坊间买到的初榨橄榄油，我不是说你煮熟的橄榄油，我说已经很高品质的初榨橄榄油再高出30倍，因为它用了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生产技术。首先它品种要漂亮，它处理方法也很重要，因为坊间你买那些它会加一些热水加一些冻水来中烂它必些油出来，由于它加了水，它要将水和油分开，它就放到离心机里叮叮叮叮叮叮。你记住抗氧化，多酚是负责抗氧化的，当你接触到水，水里面有氧的分子的嘛，它就将它本身的将它里面应该有的抗氧化的物质就大打折扣咯。所以我们这个专利的生产技术呢，它就是首先拎走核心的，跟住一个冷压的技术，将那些油很安全去整翻出嚟，跟住喺一个密封的环境，尽量避免它再接触到空气，不接触空气就不会咁容易氧化啊嘛。跟住等嗰啲油慢慢浮翻上面，所以呢个专利技术咧系我哋善仙奴拥有嘅。咁而我手上呢个特级嘅平衡油咧，佢里边嘅橄榄油就系嚟自呢个配方噶啦。咁我哋亦都有一个 skin serum 啦，基质精华啦。它里面是全植物配方的不油不腻，可以搽面搽颈，它可以帮你在60天内即是2个月呢回复你皮肤的弹性 18% 的。好了，那至于商业潜力来讲呢，就是首先你想想我
今天我講了兩點，第一就是話我哋幫大家去做兩樣嘢，我評估翻你究竟有冇呢個需要先。我哋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工具啦，呢、這個平衡測試啦。你坊間係冇地方可以揾到呢個測試。用一個非常之客觀、科學化啊，同埋一個好快，同埋我覺得係非常之合理嘅價錢啊，去幫你自己同埋身邊嘅朋友咧，去評估翻究竟需唔需要去補充奧米加三，跟住你再拋個水泡俾佢啊。有很多人佢係好多謝你嘅，因為可能你真係救翻佢嘅健康啊。咁所以我哋可以將呢個咧當做一個事業去到做嘅。咁我先睇翻我哋而家嗰個公司嗰個基本資料先啦。我哋係2005年成立嘅，咁所以我哋距離而家咧已經踏入第16年啦。我哋係一個財政非常之穩健嘅公司啦，我哋係零負債嘅。咁我哋都喺纳斯達克第一北方呢個板塊上市嘅啊。咁而我哋嘅大多數我哋已經落咗地嘅市場咧，都係呢個直銷協會嘅成員嚟嘅。咁而喺我哋過去嗰15年咧，我哋每年都係有一個雙位數嘅業績嘅增長嘅。咁同埋我哋亦都係回饋翻社會啦。我哋而家係已經資助咗超過1000名嘅學生啊，佢去脫貧啦，同埋去接受一個正常嘅正規嘅教育。咁我哋希望隨住我哋嘅生意越嚟越增長，我哋可以資助到越嚟越多一啲貧苦嘅學生可以得到一個正統嘅教育啦。好啦，咁我哋要了解善思奴嘅生意，你先要理解傳統生意同直銷生意嘅分別嘅。傳統嘅生意會有製造商啦，中間有好多外判商，大所謂嘅大判、二判啦，可能亦都會大灑金錢。去在一些廣告的營銷推廣那裡，去到最後那個消費者可能拿到那件產品呢，就已經是就加了很多開支在裡面。而直銷就是說我們是廠商，我們製造一個非常優質的產品，而我們消費者其實直接跟那間廠買的，即是我現在製造一支東西，其實我就省卻了中間的所有大判、二判，直接去到消費者手上。咁當然呢個一定係對於消費者嚟講係一個最理想嘅一個價錢啦。咁但係佢點樣會知先？因為我哋又唔賣廣告噶嘛，你又唔會見到出邊嗰啲賣保健品話唔會見到上架噶嘛。咁你作為我哋嘅經銷商，你就係擔當曬嗰啲廣告啊、零售商啊、批發商啊嗰啲責任噶啦。但你不需要投資的，你不需要集貨的，你只需要用我們公司已經建立了的系統，你就可以將我們的信息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他作為一個顧客，他就直接跟公司買。那由於那個消費者是你介紹回來的嘛，所以我們就用我們的市場制度去到回饋回給你的。這個大趨勢即是我的朋友成日同我讲啦，无论你来或者不来，这个趋势都是会来的。那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趋势呢？原来我们现在是估计有超过5亿人是有用这个欧米加三补充品的习惯的，5亿人。但在这5亿人里面呢，是不够 0.2% 呢是做了我手上的这个平衡测试。即得很少人他們去認真去看待他吃的東西是否真的幫到自己。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之前有一個幻燈片，就說有 97% 全球性來說 97% 的人他們做了一個測試呢都是不達標的。換句話說，有5億人其實是很等待很期待你去將這個這麼好的工具介紹給他，起碼讓他自己知道他吃的東西是否真的幫到手，還是說其實浪費了錢，即是所謂吃了那些東西都不知道是倒了合水海這樣。那所以這個就是說我們由2020年預測到2035年我們呢是會將那個消費者不斷是不斷增加。
好啦，咁同埋你見到咧，我哋預測到2050年咧，奧米加三呢個市場咧會增長由400億美元去到2000億美元嘅。啊，咁你話 Peter， 咁其實同我有咩關係啊？個關係就大啦，因為呢個平衡測試喺亞洲嚟講咧，香港係第一個市場開始啊推廣出去嘅。咁我哋亞洲仲有好多其他市場啦，例如啊馬來西亞啱啱喺早前就開咗啦，其實我仲有好多噶，台灣啊、菲律賓啊、新加坡、印尼係啦，仲有好多其他亞洲地，日本、韓國嚇呢啲大嘅市場咧，其實我哋會陸陸續續喺未來每年我哋會開大概5至10個市場嘅，咁所以你而家就可以透過我哋公司嘅一個 global webshop 去先將我哋嘅產品去介紹俾。我哋落咗地有37個市場啦，我哋未落地嘅有60幾個市場，加埋差唔多100個市場。啊，你哋都可以將善仙奴嘅平衡油、善仙奴嘅平衡測試去推廣俾你身邊識嘅啊其他地區嘅人士嘅。哇，咁點樣開展啊屬於你嘅生意咧？3個套餐啊，咁就係有基礎啦、高級啦同埋頂級嘅。咁我分別係咩咧？個價錢唔同啦，裏邊嘅產品唔同啦。咁如果我嘅個人嘅建議啦，就話頂級嘅合夥人套裝咧，即係港幣99,995蚊，即係10,000蚊都唔使。呢個非常之好嘅選項嚟嘅。第一，佢折扣係幫你慳咗60%，即係4折，將呢啲產品就可以俾你你自己用啦，或者當係一個。你介紹俾你身邊嘅朋友，你都有啲啊存貨響處啦。咁同埋佢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活動嘅。呢個活動咧就話忠誠度現金回贈。當你攞咗呢個經營權之後嘅12個月，即係一年內啦，你介紹到俾25個客人去用我哋嘅產品咧，你就有機會咧將你原先你購買嗰9,995咧，公司會全數退款俾你嘅。呢、这個非常非常之好優惠嘅活動嚟嘅，等你可以接近係唔係接近啊，係直情係零成本係可以開展到你嘅生意。只要你願意去分享，只要你願意去推廣俾你身邊你關心嘅朋友，好啦，咁啊，你可以每月去參加呢個非常之好嘅訂貨嘅優惠啦，用一個優惠嘅價錢去到買產品，同埋佢一個電子嘅手機應用程式嘅工具。去幫你去學習一啲新嘅知識，亦都有一啲工具咧，去幫你去做啲陌生嘅開發，利用呢個社交嘅平台，例如 Facebook。哇，咁你可以獲得你免費嘅產品啦。當你介紹到你作為一個消費者又好，作為一個經營者又好，你介紹到俾4個朋友佢買嘅產品係加埋嗰啲積分咧，係你嘅4倍啊！咁你每個月你嘅產品咧就係免費噶咯喎。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的善仙奴 Fulfill 了。记住，你作为经营者，你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吸纳到多些消费者去帮衬你的网店，即是帮衬你的公司。那最简单的直接的回报就是你可以免费用产品，因为这个产品是每一日都需要的。那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更加之乐意去分享，因为他自己用得好的话，他当然希望他身边的朋友都跟他一样可以获得一个健康的改善嘛。咁你可以開始有一個兼職去到起步啦，亦都可以喺屋企安坐家中去分享，例如今日嘅一個會議啦，你邀請你嘅朋友去聽我或者聽普通話嘅，你可以喺每個月嘅第一同第三個禮拜咧，我哋嚟自澳洲嘅 Cherry 老師，咁佢用普通話同大家講今日嘅內容啦，或者我哋嘅 Rob Hopkins 佢都會用英文咧去同大家去講嘅。咁你可以自組你嘅團隊啦，咁同埋可以製造一個被動嘅可觀嘅被動嘅收入啦。哇！咁究竟我哋個市場制度係點樣咧？如果你作為一個顧客，你唔需要刻意去改變自己啊，做翻你自己啊，就將個產品嘅信息去分享出去。如果你想去建立你嘅團隊，你生意嘅團隊，你亦都唔需要刻意去改變自己啊，做翻自己啊，將呢、這個產品的制度去分享给你身边有兴趣一起做的朋友，
咁我哋有個獎金制度，我哋市場制度有十種唔同嘅回報翻你嘅獎金啦。第一個就係現金獎勵，當你攞咗你經營權之後，你每一位客人買嘅每一個產品咧，都會有10% 起步嘅現金回贈嘅，跟住有20%、25%、30%。咁我哋都有啲快速嘅獎金啦，喺你頭嗰30天至60天啊，我哋有啲好簡單嘅目標咧，去引導你去踏出你嘅第一步。有啲團隊獎金啦，你左團隊右團隊啊，晉升嘅獎金啦，有電話獎，有汽車獎，有客户獲取獎金，一啲 volume bonus 成交量嘅獎金，即係當你個團隊開始大，會有更多唔同類型嘅獎金嘅。同埋第十個就係導師獎金 mentor bonus。咁呢個 mentor bonus 咧就係話，你頭30天裏邊咧，你介紹到四個優惠嘅客户，你就係一個 smart bronze 噶啦。咁呢個 smart bronze 咧就係每一個消費者佢買嘅你有10% 啦。咁再加埋呢個精英同級嘅呢個獎勵咧，你已經係有1800港幣嘅收入噶啦，同埋你係可以有呢個導師獎金 mentor bonus 5-10% 嘅。咁呢個代表咩咧？就你介紹嘅經營者，佢哋每個星期啊，佢哋每個星期嘅現金cash bonus， 同埋佢哋每個星期嘅 team bonus， 公司會額外俾5-10% 你嘅。咁所以呢、這個smart bonus 係非常非常之緊要啊！頭嗰30天裏邊，跟住再喺頭30天同樣嘅30天裏邊咧。你邀請四個朋友一起去做呢個生意，做呢個起動的步驟，啊，揀基礎啦，或者我哋嘅頂級套裝，你就可以攞埋第二個新人獎噶啦，快速銀級，係啦。咁我哋計咗數之後咧，就估計啊會有額外再多1800港幣噶啦，同埋有個 ECB 嘅一個啟動嘅，就話當你個團隊裏邊所有新產生的業績，它是會相計的，會 double 的。好，第三個就是叫快速超級團隊 X-Team Express， 在你加盟之後之內的60天內，你找多6優惠客戶 ,total 10個，你就可以攞埋第三個新人獎的了。好，我們呢也都是說希望鼓勵每一位經營者，他除了去發展他的銷售團隊，不要忘記你的消費者也都很重要。我們有一個制度，就是當你越來越多消費者，我們有很多晉升的機會給你的。好了，我們的精英團隊即是 A-Team 就有25個 Customer Points， 每個消費者消費一樽也好，他買一個套裝也好，都會有Customer Points 客戶點數產生出來的。當你累積到25個 Customer Points， 你想像有25個客戶，你就成為 A-Team 的了。當你維持到 A-Team 或者你晉升 A-Team 的時候，每一個產品的 cash bonus 的現金回贈就由 10% 雙倍變 20% 的了。當你去到50個 customer points， 你就成為 Pro-Team 專業團隊了，cash bonus 就會增加到 25% 的了， Top-Team 30%。同埋你見到有個 OTB 一次性嘅獎金係港幣90000，佢分25期俾你嘅。只要你維持到喺 top team 咧，佢就會派曬呢個 one time bonus 為止嘅。但係千祈唔好停啊！你繼續去吸納一啲客户啊，會有啲旅遊獎賞啦。同埋當你每增加100個 customer point 啫，佢會有額外嘅獎金俾你嘅。好啦，銀牌即係我哋 silver 就係我哋嘅建構單元。咁銀牌佢個左團隊右團隊加埋咧，就係750個信用值，即係 credit 每個月。你想象呢個就係你嘅建構單元。咁當你成為咗銀牌之後，你協助你4個你邀請翻嚟嘅經營者，佢都同樣成為銀牌，即係佢攞曬嗰3個新人獎啦。咁你就係主管嘅啦 ，executive。好啦，跟住你再協助下一個階段，你協助嗰4個銀牌咧，都成為主管，咁你就會成為鑽石噶啦。咁我哋去到鑽石級咧，估計每一個月嘅收入啦，係接近係38000噶啦，即係27000，再加個汽車獎嘅。好啦，
你再協助那四位主管都同樣變為鑽石呢，你就會成為皇冠級的、經營者的了。每個月估計的收入呢是接近120,000港幣的。哇，那我們、每一個經營者都是由個起跑線開始啦，那要跑幾快要跑幾遠就是視乎你有幾多心機放在這個生意裡面。我是邀請大家是將你的所有的潛能都爆發出來，因為你記住你現在邀請到四個 partner， 即是四個經營者，其實就有機會可以幫你去到這個每一個階段，四個經營者。所以關鍵就是說你這四個經營者能不能夠複製到你的成功的心法。成功的心法就是開始用產品去幫身邊的朋友，去不要靠股了，去以一個測試為本的一個態度去幫自己去檢測需不需要補充的 Omega 3， 跟住再協助他們去拿些新人獎。同埋我想預告俾大家聽，因為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將會喺八月份之內咧，我哋會有一個經營者，我哋會有一個 start kit 嘅，係啦，即係個訓練套裝嘅一個盒裝住嘅。咁裏邊包含啲咩咧？有一個express start 啦，有英文版同中文版嘅啦。咁我手上呢本英文版嚟嘅，咁佢裏邊係有曬好多直銷的一些心法啦，或者一些邀約的一些方法啦，很多步驟的。跟住有一本叫做 Customer Presentation 啦，咁佢裏邊會講翻我哋個產品的原理啦，亦都有中英文的，有呢個 Info Sensational 啦，佢有裏邊會講產品，亦都會講我哋公司啲商機嘅。跟住有本呢本 notebook 啦，就俾你去列名單啦。同埋我最欣賞咧，就係有一本叫做 Customer Offer， 呢個係舊版嚟嘅，新嗰本版本個封面咧就係我哋特級個平衡油嚟嘅。哇！我睇過裏邊嘅資料非常之豐富，佢係咧每一個產品都有一個詳細嘅介紹，同埋佢會有翻個價錢嘅。咁變咗你可以拎住呢一個工具咧，你就可以幫你身邊嘅消費者呢個產品咧。就可以幫你補充翻到 Omega 3嘅，呢個產品咧就係幫你嗰個皮膚恢復翻彈性嘅，個綜合營養素咧就係幫你去補充翻22種維他命、礦物質、微量營養素，跟住呢一個咧Protect 就幫你咧去提升翻你個免疫系統，呢個非常之好嘅工具嚟嘅，唔係得一本啊，係每一盒裏邊咧係有四本嘅。好啦，咁生意係同時機有關，天時地利人和。咁我就係覺得，如果呢刻中你係覺得呢個大趨勢係一定會嚟嘅，嗱，我同埋我身邊好多人都覺得呢個只係會越嚟越多人去認識，越嚟越多人知道呢個同佢身體嘅健康係息息相關，唔會開倒車嘅。咁所以呢個趨勢係真係向緊上。去升緊嘅，咁如果你能夠喺而家嗰個叫做醖釀期嗰度，你就開始咗，你就可以咧食到呢個上升嘅趨勢啦。咁我喺呢度，我邀請大家加入我哋善先奴嘅團隊，去加入我哋呢個去幫我哋身邊嘅人去做一個有意義決定嘅一個生意。咁作為一個客户嚟講，你可以繼續用一個非常之優惠嘅價錢去用我哋善先奴嘅產品啦。去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家人，分享到之后呢你就可以每个月都免费用产品了。还有呢，如果你我想当生意来做的，那我有机会有一个被动的收入可以产生出来啦，会有一些 生活方式的奖赏，例如旅游奖赏啦，也都有同样地有机会可以拿到免费的产品啦，还有呢就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健康的。我今天分享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星期四同样的时间就会是由我们澳洲的 Cherry 老师就用普通话跟大家讲这个产品和商机的简介会。多谢今晚大家的时间，多谢。 Thank you, Rob, over to you. Thank you guys and appreciate you an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next week for our English session and also our
Chinese Mandarin session. Thank you so much, Peter, and look forward to having another great week. See you, buddy. Thank you. Bye-bye. Bye.